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。今天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啊，哎，今天跟翠翠过来看看能不能捡点螺丝回家啊，嘿嘿，好久没有过来了。有没有螺丝啊？啊，那看看呢。能捡到螺丝。好久没过来了，但愿能摸到螺丝。哇，这银杉木好漂亮啊，鸟语花香，真美。是因为你来了，螺丝来打给你打招呼啊。那他不是就给我被我捡回家去了？对呀、啊。田螺姑娘，好小个啊！先捡起来呗，放到那个我们水塘里养着。好迷你啊！哎，捡到了吗？捡到了，你看，满满的。满满的。就是小个一点。不捡了，我们那个太小了，这个把它下次天气热点了再来捡吧，也可以啊，把这些先放拿到家里那个水池里养着，可以的，那好一点，好看一点，走路喽、回家喽。今天不是特别热，所以说这个螺丝也不是特别多，没怎么爬上来。嗯，今天天空好漂亮啊，好美吧，天好蓝。阿波啊，妈妈是说来首歌就来首歌，今天天空这么漂亮，你给我来一首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。好了，别唱了。藤冠老师听了他要哭的。这样吧，给点力量。今天来了就捡了这么点螺丝。也不少的。哇，什么？到水瓶盖。要不要紧？要不要摘一盘回去啊？弄点回去啊！啊，你慢慢的。好。喜不喜欢吃的？今天还没吃过呢。嫩一点的摘过来。那肯定嫩的呢，我上面一点摘的。对啊。阿波，我们稍微摘点回去了。哦，这么多。够了，够了。我都不敢进去了，里面都是水，湿哒哒的，刚才鞋子弄湿了。啊，算了，好，走了。好吧。你看看你一双鞋子。你看了。回去还得给你洗鞋子了。走了。走吧。哎，宝宝毛多快？忙得狗拼啊。家哈子那个挂上哪里的气动都想想吧，放给穷人的雨。你要是穷人的脑子这个听不得提你说我是牙心那块爹那块爹。喂，想吃什么吃都不理。你当我兄弟的嘛，当我兄弟。我也能管定嘞。爸满心哎。我也是这样想。挂着你安心。哎呦，你挂安有安好。你这样了吗？
天以后讲。细看。哎呀，美气嘞。真的美气。香嘞。嗯。香香。嗯，香哎，香香。哎，你啥？我得。过年的家里吃的真来的。就这个，嗯，我就找一点嘛，嗯，怎么都放洋葱没得了？没得了，放完以后是吧？你随便弄点啥子啊？嗯，加螺蛳粉也多，反正啊，嗯，反正什么螺蛳粉呀？我这个，我这个了，哎呀，我不准等个了，我。温州王老根，温州狗娃多，太多了，嗯。我那个肉从我掰不来，嗯，从我掰不来，昨天人家给我。从那个出来不要不要了，不要不要去。养了，嗯，你几个这个？刚刚十四八个嘞。养过了，没敢去。嗯，昨天没来，过来吃几个了。够了，还不过也上学。那买多少啤酒了？嗯。江浙一个省的文化呢，也是哪？江浙，我上去了吧？上去了吧，也没洗嘞。干这缝隙，从我头吧。我是俺哥的上进的婆婆吧。嗯。俺们没过过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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